买了，就是买的包包啥的衣服。预计还会再买名牌包包吗？会啊。会。在香港预计会花多少钱？几万块吧。整个行程花费多少钱？整个行程？那花多了。大约。二十万吧。二三十万吧。日日都讲土瓜湾，相信大家都睇到厌晒啦。今日就转一转场，带大家嚟到有好多间名牌专门店嘅尖沙咀广东道。你买包包，佢又买包包，佢哋都买包包，大家都好中意买包包。唔通包包系香港嘅手信？记得攞住包包打翻张靓卡。今天花了多少钱？四五万吧。买了什么东西？还有东西没拿呢。佢又话会喺香港留3-4日，冇预计过使几多钱，好好地几万蚊啩。